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爱上厨房》，我是碧光空港凤凰酒店行政总厨泰哥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扒澳洲妞柳拌干邑南中国大明虾。好的油扒呢，只是会所谓我们自己的添加一些香草啊、百味啊、黑椒碎啊，已经 OK 了。哎，牛扒已经味道已经有了，保持牛扒的原来的味道，保持它的原来的风格、原来的味道。